叫唐娥安安，哇，新观众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唐娥安安，哎呦，我听到自己声音好丑，好丑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聊天室没有刷新，等我一下。安雪莉安安，安浅安，小牛安安安安安安，休闲玩家小鸟安安，冰冰安安。哎，聊天室正常一点啊！哎，就七弹水独占呢，好扯哦，都坏掉啦！星星安安，奇怪，感觉很眼熟。等下哦，我的合并聊天室什么意思？Here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哎，坏掉了，吓死！我看一下哪边聊天室比较动，我看哪边哦。兔兔安安，完蛋了！我要开两个聊天室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坏掉了，完蛋完蛋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 YT 拉一个出来。好，推水拉一个出来。好了，我用退取跟聊天室，退取跟 YT。潘潘安安，一心安安，那什么？徐熙安安，你看到了哦？想说兔子时间都部分吗？你看到了哦？那你有看到兔子时间的部分吗？没有诶，什么兔子时间部分？所以那不是鸟，那是乌吗？对不起吗？所以猪子怎么了？我没看呢。没看到，这是上线看到有人说啊，超级熔炉出了，然后上线拿一下就没了。DC take 你哪里啦？啊，你是说我们群主是不是？白痴，没有看到。偷跑的都是。卡带的，我记得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台湾的话，到时候兔子发售礼拜四晚上11点，不是啊？它是算日本时间呐、啊？它不是算日本时间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我就知道啊。所以是14号，十八不18号开始玩吗？所以台湾时间是17号晚上11点就可以玩了。啊，你报这件事情啊、哦？哦。那下工，没错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先去接任务，等下再来打日麻。我知道啊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点直播算不算吧？不算啊。所以之前阿尔宙斯跟钻石珍珠的时候，就一大堆人是在那个时间点直播啊，所以我都剧透自己在干嘛。哎，我干嘛？不是这里啊，这里这里。啊！出发。牛奶巧克力安安，有谁没按到的吗？雨恋安安，丽恩安安。
姚一安安，还有谁？没了。好，不是他后台坏掉了，只能是两个聊天室拉出来慢慢看。然后我要先把音乐关掉。完，哦，这样，没有，只是听，只是看跑剧情啊，听歌听歌算了，不然每次都版权攻击，我也受不了。聆听这位甲骨记忆啊，我不是音乐拉铃了，怎么还有音乐？他手放这边代表着什么？好啦，我带你去尿尿。好啦，我带你去尿尿啦。所以我有没有关到音乐啊？还是这个要拉？如果你关闭音乐的话便会好啊。啊，无声台。等一下跑个任务，跑个机啦，我就要挂机了。又要挂机了。啊，这次会很难吗？哎咻，哎咻，哎咻。哎呦呦呦呦。嗯，然后跟着走，跟着走，跟着走。哦，这个我好像看过，哎，好像就是他要参加比赛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有点难啊？这个优主播怎么可能过得了啊？天哪，应该是可以啦。哎，这个没有一些跑图经验的，我不信他们过得了。哎，太难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哎，等等，馒头要不要先来？不是啊，我就是在挂馒头啊，不是挂馒头啦，我就是挂在那个萤火，等一下吃一吃馒头也就满了，我不知道要挂哪边呢、啊。好嘞，哎，我失败了是不是？白痴，我失败了。哎，这怎么解啊？跟着跑，所以我不能输他。天哪，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很难哎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是另外的剧情哎。好，开始。这段飞行完全没有控制自然过，真的假的？他有重复的啊，所以我不用理他哦。哦，好诶，那就好了，我叫主播上线自己玩。他前一个任务还没解啦，我想说那个光我有点追不上。哦，不是诶，不是诶，不是诶，我怎么变得很会飞？这边是飞行自信班吧？天啊，飞得很有自信哎！天啊，笑死！我以为很难。哎，白痴，我根本不用控制啊！我整个画面就好了。噜噜噜噜。
我感觉第一个比较难，我就不会、欸、第一，我是觉得第二个啦。第一个它只是有一段路要赶快用冲的就好了，那第二个飞水母，你要往上飞啊。欸，恭喜你赢了。这不是不能出圈。可是就突然赢了。怎么小兔你有失败过吗？这个你也能失败没有啊。小兔安安，猫奴奴安安，兔兔安安，沈建成安安，王少卿安安，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，潘潘安过对不对，潘潘安安。耶、yeah, 我们赢了。好啦，其实像他说的蛮简单的、啊、就是跟着跑就好了。对吧，感觉他有自己导航啦、啊、像我刚刚其实没有控制方向键，我只是控制画面而已。欸，先接个任务。选什么，长凳素描冥想先组。声音开回来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再开。水母也有第一段自己跑的，对啊，就第二个啊，有两段吧，两段它需要自己往上冲。这个走路姿势是不是很可爱？我记得。您完成了这位古老先祖的愿望，先灵的愿望。侄儿安安，早安早安，我在测试服失败过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任务引导加水母会把太卡的玩家弹飞，差点没捡到线。乖，拜帮、哦、我抱抱。小熊熊安安，现在是无声啊，我怕版权，因为前两次跑都有版权攻击，然后就先把那个音乐关掉。就中版权的不是音乐，是画面啊！好难过，好难过，欸、也是有可能的哎、欸。等下顺便把峡谷的大辣吃一吃，我们就跑图。阿阳阳安安，杨安安。然后我刚刚在玩那个 Potato 啊。我发现他原来可以自己设定难易度，哎、欸，不难易度啦，就是怪的血量、怪的攻击、怪的速度。我想说，如果先解那个难易度的话，我就把怪的血量不血量跟攻击调低，然后速度不变，我、哦、打起来轻松好多、哦。我的天啊！啊，点得到，点不到，点不到，哎、欸，点不到，哎、欸，哎哎哎哎哎，哎哎哎，点不到，哎、欸，点到了，啊，这姿势太可爱了吧，换起来，换起来，要把声音打开，哦，这个季节真的好多东西换哦。哎、欸，音乐打开。有点小声。啊。解锁新的互动。什么？他跟我干嘛？你干嘛？14天之后再来，没错。叉叉安安，等一下哦，我们解锁了新的姿势，可以移动对不对？哦，对耶，这姿势真的好强哦。有蚊子没打到，
你差点就玩脱了，玩脱，怎么了？打字差点跟不到，啊、我活该啊，在打字啊。大概40分吧，如果任务顺利解完的话，大概40-50分，用来打日马。啊，顶多9点开始打，好不好？安妮安安。不知道你在不在啦，随便按一下，吊一下，啊，炸一下，看看安妮在不在。静安安。哇，越来越好看了哎！天哪，这根本就方舟嘛！不对，你方舟要解开之后，画面才变得更好看。有新东西吗？没有哎，他不会卖新东西哦。那你嘞，有没有新东西？不会有。哦，不对啊，买过了吼。太气流！我还在等那个金色的翅膀呢，哪一个啊？演唱会门票翅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毕业礼。慢慢等吧。你应该也全途毕业了吧？就是可能二级斗那些没有换而已吧。走快一点，还在走，他要走到底才能动，对不对？白痴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天哪，我连叫都不能叫。好了啦，繁星，好了好了。好了啦，繁星。礼包金翅膀，我记得群主之前贴过我招招，不用了。
早晚会看到的东西，那没差。不对，如果说是毕业礼，那也是要真的要等那个啊，最后的天数才会有啊。下一集也没用了，对不？我昨天不是小妞说什么代理光跑图就忘记回任务，我就想回她说，那个应该也差不多了吧。我想说的是那个，那个啥，地大加倍，差不多快开始了，就今天就开了。也是已经开始了，对啊。好了。来赌赌看，番茄那边满了没？完了，水啦！等一下哦，今天的任务，让我看看哈。今天的任务，我昨天很好笑，一样在飞的过程中，想说今天黑泽那边也没有公告说什么，那个红石在哪边。然后我要去烧那个峡谷的蜡的时候，就最后那两张那个圆梦村那边的时候，突然又红石又掉下来了，我就吓到，我说：“欸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还在跑欸，吓到我了欸。”陌生人冥想樱花，欸，不好意思欸，这个先祖，二楼，一楼四个，圆盘一个，圆盘两个。有没有先祖还没解的？要不要一起来跑啊？等一下，那个先祖是隐光的，还是直接跟着他跑就好的？要拉光的吗？还是跟着跑的？普通那种收集哦，那就好。那拉光我会气死，一定都有人在终点等。毛西安安，你最近送给别人什么礼物？欸，其实后来发现我的钱没骗那么少欸，然后更多欸，礼物哦，36万好了，36万台币。36万啊，好笨哦我，36万确定。因为我发现我另外一个账户里面的忘记算进去了。我来了。救我，我也要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提醒大家，如果在下班时间接到电话，99.99%是诈骗，各位不要再被骗了，太痛了。欸，在这里吗？等一下哦，一二三，盘子旁边一个，角落一个。盘子旁边一个，角落一个，不对哦，少一个，还一个咧，
不是这个啊。到底在哪里？刚刚椅子那边，我没拿吗？等一下。哦哦哦哦哦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。陌生人，我一听，不是啊。如果你如果电话挂掉的话，搞不好你有宅配什么之类的，你就把人家挂掉电话嘞。那一天也有聊不是吗？就说万一今天是你跟真的是你的家人打来，用他朋友的手机叫你帮他开门之类的，啊你没开到门，把家人关在外面怎么办？对吧？没错啊。酱油其实我也说过，我姐就很白痴啊。她之前住台中的时候，会莫名其妙就是东西寄填我的地址，填我的电话，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，就问都没问过我一声哦，就说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新竹货运，阿姨有个东西要来签收。我说哈，什么东西？然后问了我其他家人才知道说，他们又在搞说寄东西又不通知我。我刚想说啊，如果出去住怎么办？又填我的电话，啊谁要拿？对吧？今天寄拉双倍吗？没错没错，今天开始哦。欸，我没有看樱花，白痴，白痴哦，反省。樱花在意了，他就顺便的事情啊，还是多跑一趟。你看，这顺便的事情要让你们怎样？怎么说？少打麻将，少三分钟的时间。看樱花至少要看一分钟嘛。你看我坐下去的时间大概五秒钟。啊，动画看完了，有六。专程第五层刀九，废话，我也知道啊，而且现在。现在跑这边都要断手，就不想带尤里跑这边了。嘟嘟嘟，感谢呆鱼的超级留言，等一下，让我摸到它再去喝水。
哎呦，白痴，干什么那么大声？来 ，come on， 一起解，一起解，一起解，上吧你们，去摸它，去摸它，交给你们了。呜噜，往上，不好意思，马同学你在讲什么？噜噜噜噜噜噜！噜噜噜噜噜噜噜！好嘞，回家。有人在海龟吗？番茄你在哪？在海龟吗？阿茄你在哪里？阿茄。第三层不是垂直往上吗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你是在回番茄是不是？他说动画很久，就坐电梯的动画也没错啦。欸，第三层也不用背背背，一二，好啦，没事啦，不用纠正人家啦，可能在跑图跑到口误，你体谅他一下吧。斗阵特工100多场还在同舞，欸，很可怜的人，欸，体谅他一下吧，不要那么严格啦。我就在找这个花炸在哪边啊，哦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开心。我刚刚去厕所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啦，马同学纠正你了，纠正你说第三层到第五层飞飞飞很久，看动画很久还是什么的。嗯嗯。Joy， 欸，是怎么念啊？是 J O Y， 然后一个音还是 C 一个音啊？晚上好，明天考试来半夜看有什么台可以陪着？半夜哦，半夜有什么台哦？我想一下哦，半夜最近我半夜啊 ，YT 的木棉花频道，中华一番又开始马拉松了啊，可以看那个哦。我想说今天如果关台或不开台，我就去要看木棉花，然后继续玩那个 potato。 potato 大鱼拜拜。对，我还没尿尿，我等一下继续计时，我尿尿可以尿几秒钟。 JOY 加 S 念法 Joyce 吗？是旧椅子吗？所以我一开始没念错吗？对，哇哇，我好棒！繁星某方面来说适合光遇，满天繁星，大家投胎的时候都想看到繁星，哇，才不想看到我嘞！眼睛痛死了，睛痛，眼睛痛。
人家跟安宁聊啊，我说你在干嘛？问都不回我讯息。他说他还哭，我说什么东西好哭的？他说他看宝可梦剧情看到哭出来。然后我想说这边就不爆雷其他观众了啊。那新闻好了，有新闻，看新闻哦。淡水知名主播被诈骗36万，这样子吗？没有，那个那天只有统计到 A 账户啦。那至于 B 账户那边忘记去弄，弄在哪？在这了。所以就直接在想说啊，可能被骗的钱更多。好蠢哦我。不是想想还是很不爽。那些钱拿去捐给浪兔协会也我也开心。是去被拿去骗哎。拿去做善事跟拿去被骗的爱。爱越想越气。其实就还好，那天没有再跑去银行去帮他们做一些什么人头账户之类的东西，不然会被骗更多的钱。又在下雨了，哪里下雨？不要想了啦，好啦，想你们啦，是不是？别想了啦，想我。哼。不是啊，你们要想，里面的钱可能也有你们辛苦赚的钱，然后赞助给我的钱被骗走。想想这一点也还是很气吧。你们的爱心被我的愚蠢被骗走了。你这样会害我想抖内哦。这样你要抖什么了？所以你现在抖我也拿不到钱了、啊。你现在抖我也拿不到钱啊。它只会存在在看不见的账户里面。对，上面有大辣没拿。阿爸去拿这边的大辣好了。看一下再拿。顺便拿完换日码好不好？我们大概9:10打日码，大概啦，所以先不要急着开，也不要急着打段位啊！不要每次等一下都说我还在打段位什么之类的，你活该。啊，下面那摊火啊，算了，算了，我们有远见一点，拿大辣。看一下大拉位置啊，好像直接回家比较快、欸。终点左边哦，怎么都那么闪？天啊，今天大拉位置也太白目了吧！起点，然后终点左边跟右边，我的天！我上个月不小心超支，这礼拜四前下来之前都不能动，哎。
你看你，你超支了什么？买了什么？万圣节礼包买太多了吗？看看《光遇》这款害人不浅的游戏，又说不是，要比《光遇》更恐怖的东西。好，回家。等一下还要去看素描。要存着哦，下次是圣诞节，对啊。想想那个雪人，那个球门就算了啦。可爱的雪人会在你的背上哦。我在八人门有没有进去？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我忘记雪带没缴，然后借钱给我爸哦。好吧。下一个是天才麻将少女，蚊子有玩吗？蚊子没玩日麻吧？我记得日麻都没看过他。哎、欸，阿光玉的动画现在还有消息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讲完但不懂就没去碰了。你可以碰啊，记得哦。碰的话手上有19牌要小心哦。没啊，就是你可以碰啊，因为毕竟酷哦会玩日麻的人占大多数。一款游戏会有这么多人玩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当作是恋爱养成啊，养老公，对不对？抽到自己老公，然后开始养他的游戏。哦，恋与麻将人，我的超人，黑糖安安，哎、欸，今天什么挖沟黑糖什么餐饮啊？但是哈记在玩那个，结果是取黑糖什么电视，是不是？我睡太晚，点开的时候发现他在玩麦块了。欸，黑糖，今天是第三个任务，你要不要上线解任务？今天任务解完之后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姿势哦，我等一下弄给你看。欸，黑糖，你看这个，然后他就是可以走路的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也叫红月上线解这任务啦，差不多就是他那个餐饮店，然后名字叫黑糖1号、2号、3号，离开前好像到5号了。哦，记得上线解这个啊，那可以走路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好久没玩了，没有这个动作哎、欸。好久没玩，对，这是新的，这是今天的动作。我回家。这是季节动作，它向导嘛，向导换到的。这个今天这个任务解完之后，可以换这个动作。你看四个人同时跳，超好笑的。这个啊，自己想，我好像没有做过这动作。对，我没玩过这动作。哦，指挥哦。然后
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啦。完了，前面也没解，就一次解啊，就一次解一解啊。不觉得这很强？这跟先祖换的。我去看，我要去尿尿21秒了，各位啊，黑糖，跟你讲一个不用知道的冷知识。就是平均哺乳动物尿尿的时间是21秒啊，可以不用知道的冷知识啊，来可以棒流，好尿尿，不过这次动作都很抢心跟辣啊，没办法啊，动作多啊，我任务解完了吗？又遇到 bug 的椅子是不是？坐得下吗？解完了吧？哎，好了。奶茶灰，晚上好。你们在星盘上把我的名字改成偷心贼好了啦，都不还人家爱心的。你看，都不回爱心的土匪。哎呦喂！我等一下换手机再回好了，好久。回头安安，黑糖你在哪？黑糖找到了，给你。差别待遇偏心，啊，抓到。怎样？我心就是偏的啊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嗨，怎么那么小？怎么扯？来抱一个女人过来抱抱，女人别跑，来我怀里，乖乖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黑糖，等一下，我换另外一个手，我换一个手吧。黑糖，你看好，好，读到了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他一下、哦。黑糖看好哦，哎、欸，见了，好，黑糖我回来了，黑糖看好哦，
有没有觉得这叫的速度很快？你是不是输了？你会好奇为什么？这就是连发手法的连发手法的威力。然后你看这个发型是白削嘛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叫削。啊，这是叫削，不是连点啦，这是连发手法啦。好了，想说刚看你去瞄到一下我的手法哦，对，连发手法，弄给你玩。哎，那这可以这样子吗？黑糖来。对啊，叫小，不好意思，看有够强，你看我们太阳蛋幼稚园有没有机会回归嘞？我看到手把上一个按钮按到一直停不下来，笑死！嗨，教主要爱心吗？没有，你要给就给我啊，我不会还而已啊。你们看到我爱心这么多，都是抢来的、欸。我问月月 ，YT 延迟有点久，可以啊。好啦，那你先去跑吧，我换日码了，赶快去跑任务，赶快去跑任务。如果你缺陌生人的话，我画面上一大堆陌生人可以让你用。哎呦，哎呦，然后点不到，白木欧弟滚开哦。好了，我要去挂挂，你不用给我爱心啦。我只有一个情况下会送小妞爱心，就是他跟我说可以护型吗？我就好好给你给你给你。养无意养到没有爱心换东西，就直接扔给他了。干嘛？有披风了不起哦、喔？我想要这个披风哎、欸、哦。好好看的，好啦，好啦，抱一狗去开日码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人掏出东西，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这次竟然不是我。好了，我们打开我们的雀魂麻将吧。我改个标题，改个分类啦。打个雀变雀诊，雀诊麻将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！你看我的封面，不是封面啊，我的背景图片。香。两个字，香。你玩得好，你不是最近都很忙吗？我看你一直都很忙诶、欸。这几天不是还画了团团的图。反正偷偷看人家做事情。
我们聊天室要跑出时间走啊，好烦哦、喔，怎么关掉啊？反正不会用，不会用，不要乱用，我等一下会坏掉。还有三张要赶，哇，你很赶哦、喔。今日も旦那様にお会いできて、舞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11月16号，礼拜三。下午4点更新，哎呦，更新到下午4点，所以是礼拜三的晚上。好，我们再来打，再说。来来来，欢迎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呦，都是拖的哦。12月有 CWT 世贸场，超酷的哦。对啊，加油哎、欸！加油好吗，黑糖？加油好吗？你再加点油，对不对？我就把我的商品寄给你去卖了，超坏，这人超懒的、欸。也是有想过回去啦，但是真的好累哦、喔。你看，我发现我那时候都是 CWT 的时候，痘痘暴涨，比美金还会涨。大家速度都好快哦、喔！你要想一下、欸，哎，他们这群人平时没事做，不跑光遇，跑来打麻将。李凡安安有没有想我？哎、欸，黑糖，跟你讲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你呀、啊、红月啊、李凡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还有在上线的，我会把你们归类在很上那个星盘前面，像鸽子。鸽子、幽灵他们没有在玩的，我就最近才开始把他们踢，不是、啊、不是踢除啊，移除在那个前面的。结果一凡说我把他从他的那个星盘的自由栏拔掉了。我说我没有啊，在前面欸。他说可是我刚没看到啊，因为他也说他没看到我上线通知都没有出现，他以为我把他给那个封锁移除掉了。于是乎。我就回到星盘给他看一下，看一下自由第二页伊凡，他就直接讲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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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超想你的，对不起啦，哎呀，然后我一直跟他翻旧账，我说可是你最爱的实况组是巧克力跟杰克哎、欸，没有我哎、欸，他说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他说怕什么，超爱我的，怕我会造成我的干扰那个。怕会让我那个有那种那叫什么东西，造成我的困扰。我说不会啊，怎样？现在算番数吗？一炮双响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怎么那么久？还是一炮三响？喂，网路断了吗？欸，不好意思欸，太痛了吧。欸，不好意思欸，不要凌虐我欸。我可以把栗子棒折一半丢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暂停。哪有人合牌给我断线的啦？好坏哦。
要飞走了，没错，我们要下一场了，各位，太强了。看，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あ、ツモです。差点去了，天哪！不止唐安安，微云安安，瑶瑶安安，贝多伊多伊，哆啦 A 梦，哆啦。你看这群人，平时我自摸两张都丢了四万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放水好吗？可以不要放水好吗？你这样子很不尊重我、欸，哎，很不尊重聊天室的、欸，可以让我死的干脆一点吗？你这样子。我只是想玩，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尊重我、哦。我们被放水了啦，聊天室的，我们被放水了啦，黑糖救我，黑糖，黑糖糖。什么三万九连？谁三万九连？黑糖会先飞就不，嗯，那就留满吧。刚什么三万九连？谁？哦哦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刚刚棉被吗？黑糖哦。有那么狠？上次你上次也救过我啊？干嘛？现在是报恩了吗？是不是想国？你觉得嘞？怎么可能想国？我想要混一色而已。现在是兔兔的不熊熊的报恩。1154是什么？必须的吗？哦，真的哦，哇，我好强哦！哇，我真的很会读火星文了，哎，受不了我自己，混一色而已啦，不要吵，闭嘴，嘴巴闭闭。嘴巴闭闭，混一色而已。可以的话，我想要混老头，不，混全带腰。これ麻醉な。不对，我快没血了，我拿什么跟人家玩啊？天啊！哎呀，我昨天用了九连，结果现在不敢打，没差吧？对不对？又没有差。哎，如果我摸到这张，打出这张，是不是就正听了？对不对？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对。啊。那只能自摸了。
只能自摸了欸，白皙。好扯哦。樱花早安，樱花晚安，去睡觉。天敗です。边人早安，边人去睡觉、哦，我就知道、哦，知道还问，知道还问，去睡觉，现在是大人的时间。我也是刚做完东西，对啊，辛苦了，去睡觉。感谢边人的一年，谢谢谢谢，一来就睡觉。啊，又不是要睡他，是叫他去睡觉、喔。对不对？又不是要睡他，是叫人家去睡觉、欸。哎，这很好啊。不是睡人家很好啦，是叫人家去睡觉很好啦。哎、欸，理解的。可是现在九点半欸，对啊，你想一下，你可以多睡很久欸，你越早睡，睡的时间越长欸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吧？嗯。你还说要救我？你看，你只是把我养肥了，把我杀了而已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骗子！他在羞辱我。他在等他是庄家的时候羞辱我。这只熊好狠！感谢这只免费猫小熊熊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你手速也不慢嘛。看到了，骗子。对，没错，骗子。所以大家早安，大家晚安，没错吧？克鲁央安，这不是意外吧？对啊，这肯定是养肥了吧？韭菜已经收割完了，该收割，不是收割完了，长大了，该收割了。你狂按，你是用手机版还是网页版？你用网页版对不对？我觉得网页可以复制贴上狂点，那Steam版的话不行。以后不然自登的啦，没事啦。你我嘴了你，你当真是不是？你很可爱哦、喔，网页版那就对了。复制贴上 Enter 大，左键大法。哦、oh, ，那是死定。嗯，你是死定版哦、喔。你喝东，我东西喝完就去倒，倒什么？我说就倒下去睡是不是？然后东西喝完倒掉啊？喝完还能倒掉？我就去睡哦。晚安，晚安。我中途会打电话叫你哦、喔，我要确认你是不是睡着了。打给你，喂，你睡着了吗？啊，晚安，晚安，这样子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。你多久没打日麻啦，黑糖？然后那时候一凡昨天跟我，哎、欸，前天跟我聊天，我们就聊着聊着，我说好啦，不然你来找我好了啦，这样子，他就说好啊，也是可以。然后我说哇，你真的要来哦、喔？我说会不会到时候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就是手机拿出来就在跑光域用手机打字，然后就科技冷漠嘛，跑着跑着跑着，然后他就回去了，然后我就说会不会回家就说今天玩得很愉快，然后说我也是类似这一种。
明明就是坐在椅子上在玩手机，然后他离开就说今天玩得很愉快，我很白痴。对，我也玩得很愉快。我俩打字很麻烦，不会啊。见网友第一件事情不就是头低低的，很害羞不讲话吗？对，我今天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可能就是头低低的，会偷偷瞄一下我的脸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，然后就会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类似这一种漫画情节啊。不会，我只会戴个口罩。我说：“怎么了？我眼镜起雾了吗？”我眼镜起雾了吗？然后对，我帮你擦一下。然后可能他帮我摘下眼镜的时候，我就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”哇！理解呀。这样，我现在眼镜真的起雾了。理解。好狠。論です。太尴尬了，是吧？然后就把他手压着，靠在墙壁上。哇，天哪！口水流下来了呢，对吧，一凡？詹栗子，你好怕？不会啦，栗子一番而已啊。常常这种状况啊，好，对不起，他可能四番啊，刚好你是庄家而已啦，没事。哎呀，你的七在我这里。看两番还好啊，他这个四番的最过分。哦，对不起，他好狠。你在想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要小心欸。而且讲真的啦，跟不管是跟谁好了，跟男网友见面都要小心欸，真的要带一个能陪的朋友过去还怎样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私下是怎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台面上总是爱开黄腔，那私下是不是更爱开黄腔？你也是很会想，你说我吗？欸，拜托，处女座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呢。啊，樱花晚安，对吧？就是见网友这件事情，真的要自己小心欸。不管是见我或是见谁，对不对？反正只要是，一个人单独见面，就是很危险。哇，那你第一次见我是怎么带人的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是贱人？你没看到第一天那时候，我是直接想把你赶走吗？东西拿完就把你赶走了。怎么没有带人？你不是说单独见面吗？对啊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跟你单独见面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你想对我怎样？我那天穿了两件裤子。一件内裤，一件牛仔裤啦，白痴哦！你已经见过你某个光友了欸，哦，所以呢，我见过了很多粉丝欸。他还来我家住，女生还男生？
鸭子，你北风一番而已，是不是？这只鸭子，女的一个妹妹，那还好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女生被女生吃掉，我是觉得这画面蛮漂亮的啦。好啦，没事。怎么，やった。哎呦，那下天啊！三个不是，我刚没看清楚。哎，这是四万克哦！鸭子，我们差点就死了哎，好险好险！该跑了，鸭子。之前听到我朋友说差点被吃掉，感觉很害怕。对啊，所以才会有时候像谁，之前有几个粉丝说要来淡水，就是特地给我东西，因为我家真的离淡水太远，再加上我觉得他们这样子，来只为了拿东西给我，但是我觉得淡水又没什么好逛的，我想说没关系啦，不然去台北好了，对，而且人比较多，然后那时候就是。最后就是决定约台北，然后东西拿了我就走了，然后说你至少可以去逛逛地下街啊，那个东那什么，就是地下街那边不是很多宅宅的东西可以逛可以买，我觉得你可以去逛那边还不错啊。不瞒你说我是双性恋，不瞒你说我没有很想知道。看你照片就觉得你是双性恋了、啊。西明早，立即，嗯。哎，不对啊，番茄，我记得那时候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讲吧，你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干脆就是再约一个你认识的朋友，我有讲吧，我那时候有说，主要是因为我怕你太无聊，阿来就只东西拿给我，你就走了，没了，我记得我有讲啊。然后不用特地拿给我啊，至少你去逛个淡水，至少约个看有没有附近有个粉丝的。你本来就这样行程，对啊，所以就说你可以再找一个人出去那个啊。不要我好懒，晒嘞，就要晒啦。加塞塞，嗯，加塞加塞加塞啦！波尼，吉尼，注意这个头马头。太狠了，ランです。你是不是大三元？你没了哎、欸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ピンク。你的大三元呢？三色同行ドラさんドラ。哦，原来我同课哦。ハネマン。你的大三元没了。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
啊，感谢番茄，欸，跑快，感谢鸭，不是鸭子，感谢黑糖，感谢番茄，感谢 Uni UU 什么尾。我是桃子，第一次首次加入聊天室，晚星晚上好，现在人在高雄的饭店，现在偷看一下，要睡了。好，桃子晚安。你要去打欧达了，好，拜拜。哇，黑糖该回来打麻将了。天哪，你的移位都不见了，欸，啊，你没有要睡觉啊？我先跟你讲晚安啊。你看，想想看，当时把我虐飞的黑糖，还有我第一次来看繁星的图奇哦，我知道啊，还有首次加入聊天啊，什么移位？底位啊，那个啊，你不是之前跟我打的麻将，每次都打到一位吗？伊凡，今天光遇那个欧若拉第三个任务开了哦，快去解任务。他是那个走路的姿势，没有啊，一定有啊，你记错了啦。你一定是被那些委托压到脑袋了，肯定有的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很小，不在哇，怎么都好舍不得丢哦。Sugar 晚安。欸，是我啊，拍谁啦？想说谁啦？怎么还没打，啊？嗯，忘光光王蛋，欸，你这有点难念呢，欸。忘光光完蛋，忘光光王蛋，完蛋。完蛋，忘光光。王八蛋。奇怪，你不是叫杰通，为什么都要叫圣龙？还是你不同人？天哪，我认错人了吗 ？Oh my god！捷通是圣龙吗？不是，圣龙是捷通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米娅要给我带去别人地方，是不是？这人好扯哦，关掉。干！啊，我开到绘图软体北七，等一下关掉。他带去找别的女人了，对吧，啊？嗯，我有跟他打过吗？好像没印象，欸。鬼娃娃，真的不看 YT 聊天室，我根本很难听得在说什么。对不对？就反正在自言自语啊，你就这样想就好了。没有，我聊天室放出来会太没画面，你要看吗？有时候聊天室放出来真的蛮挡画面的啦，我就不太爱放了。来，可以开始打字了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我已经开着 YT 直播了，嗯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呢。我居然没追图奇，真是太糟糕了，女人，你太伤我的心了。哎，欸，生日快到了，欸，我记一下好不好？
到时候一定第一个时间跟你讲生日快乐。如果当时没有被宝可梦抓走的话，好不好？128记下来了。看，对不起，不用道歉啊。看，不要抱歉，抱我就好。初见安安，怎么念啊？Rana u nana， 对不起。哇，我也是昨天才追，也算是初见吗？哎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繁星的直播，欢迎来到过气繁星的直播。要是杠散了吗？我想我摸到我肯定杠，好不好？干不到了。ツモです。是不是现在东一局都要把我打残啊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没有过气。有啦。做人就是要懂得服老嘛。原变猫。屁咧。今天没有自摸新人了。不是，是还没开始。我手还没热。我还没热起来呢啊。人家自摸新人听起来好色哦。虽然我是蛮喜欢这个称号的啦。自摸新人。那是因为我还没正听啊，怕什么？欸，这聊天室真的坏掉了啦，我要关掉好了，白痴哦。这聊天室坏了。真的是坏了欸。啊，不行欸，今天聊天室怪怪的。鸡。那什么？鸡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后台。重整一下。很不好用。有过气吗？我觉得有欸。我觉得有欸。你们现在看都是看表面上的好吗？我们要看就是要看 后台数据。懂吗？数据可以说明一切。不行欸，聊天室真的是坏掉欸。哇，如果明天再坏掉的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过气的主播怎么办？其实昨天开还好好的啊。坏聊天室，我想告白还要丢钱？不用丢钱啊，我看得到啊。感谢小月的150块。对面存全带腰，如果没推错的话，存全，哦，你推错了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有怪怪的吗？我觉得很顺。不是啊，就是我说的聊天室怪怪的是我后台要合并的聊天室吧，是它可以显示我的 YT 跟 Twitch 一起的聊天室。啊，现在那个卡住不会动，应该说根本不会动。哎呦，感谢就是的就已死。应该没过去吧？有啦，感谢75块钱。然后后台数据就数据可以说明一切，可能是红中混全代叫白痴。哦，谢谢你耶，看得出来是耶。那你怎么想？我这一局是不是就会死了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我会被他直击，分数不够，然后下一场，对不对？预见未来了。感谢利恩的20,100,000,100,000，哪边的钱忘记了？印尼币。哦，红中一番。哎呦，哎，靠腰，对不起。图奇延迟比较低，对啊，其实图奇延迟真的比较低，低一点点啦。所以如果要抢的话，来图奇看其实比较快。啊 ，YT 的话是你们习惯，但是真的比较快知道有没有结束，就是看图奇会比较快。自摸怪人回来啦，不是自摸怪人，自摸新人回来啦。那六六，你有九九，你有没有放水？你有没有放水？感谢生母的会员。可能是我卡吧，我觉得没差，可能我卡。没有啦，是真的啦，因为那时候在我在弄后台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无奇真的会稍微快一些些，没说到快很多啦，就是大概差个 0.1 秒，本来差个1秒或 0.5 秒。你看有时候很多东西就是差这 0. 几秒，对不对？无奇快一些些，对啊，再三个月变布布啦。我到时候想更新贴图，全部大更新，就不要再这个包子了。然后说不要，我准备快变橘色包子了，就拉不到。我说我管你们的，管你们的啊，这样子。我刚是看 YD 抢进去的，可是有很多人是看 YT 抢不到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反正很多人是从东一开始抢的嘛，对不对？ドラゴン、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更新贴图还是徽章？对不起，徽章。来看看，我认识你几个月了？差不多吧，就是这时候啊。没想到比我想象中还要更久。当时这时候阿尔宙斯还没出吧？还没吧？我记得这时候还是真传的时候吧？我不在乎包不包子，我只在乎你。不好意思，你男朋友的头又绿绿的了。你洗澡都看 YT 的抢到的，天哪、啊！真赚加会员的，我只有印象是我们是在埃尔宙斯比较熟而已啊。我那时候还凶你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我家兔子啊，怎么还有人不认识他、啊？他比我还红，对吧？不比我还红，那时候卖的时候，他的周边是第一个先卖完的，再来才是我的。不要、啊，
请问台主是兔控吗？对啊，我说怎么了？还有人不认识我？哈哈，看吧，过气了吧？哎、欸，白痴！算了。你冷静一点，没有绿不绿的问题吧？有啊，你这是精神出轨了哎、欸！虽然我是不在意精神出轨这件事情啊，我说对于其他女生对我的、啊，对吧？伊凡，我这么渣，你还那么喜欢我，这样对吗？快看清楚啊，伊凡！这个繁星爱不得啊！没有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么渣。不要啊，一凡，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好。哇，完蛋了，这就是什么晕船？这就是晕船的表现。只要他心中我占有一丝丝的位置就好了啊！完蛋了，我刚刚算了算了算了，啊，好笑哇！我能让你开心就好了，你还可以晕得这么开心吗？六六安安，我就是爱你的渣，对吧？对对。变人渣的本愿的内容啊，晕烂对吧？晕船就是这样，快醒醒！你看船长已经跟你讲说，我就是很渣，你快醒醒！船长想要把你踢下船，你还赖着不走的那一种。伊凡，醒醒，伊凡！快看清楚繁星这个为人。他就是想骗你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要让他骗，我一定可以感化他的，我可以改变他，不是感化他，我可以改变他，感化，他一定会为了我改变的，我相信我做得到。好，那我不爱你了，完蛋了，我们好像认识不到三天结束这段感情。你扎的很有特色，哪里特别色吗？好快，对吧？你看，会这么快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他一定把我当备胎，他一定后面有很多轮胎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哎，问一下哦，聊天室有人在中国吗？有翻墙过来的吗？因为等一下要讲的东西，可能要你们关麦哦，哦不，关喇叭，关静音哦。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等一下要讲一个很危险的话哦。我昨天在别的台听到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会害那些人被抓走。好了，我要讲了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们那些先把那个静音哦。就是古有云，对不对？英雄惜英雄。然后下一句是静平惜静平。我觉得很好笑。英雄惜英雄，静平惜静平。没有，就是讲这个话而已。但我觉得很好笑啦。太过分了吧！所以我就说这很危险。那个，大家记得把那个声音关掉嘛，没错吧？那什么脸？想一下，我分数最低耶，而且他和你们都是小牌耶。
不好意思，你算干大事啊！这个马同学真的太狠了。注意看，这个马同学真的太狠了。哎、欸，你字幕我就死了哎、欸！你字幕多少？1200。反星不坏，粉丝不爱。要看呢、欸。天敗です。哎呦！好险哦！リーチドラ、リーチチートイ。刚刚不猜就合了哎、欸，没事哈、啊，我在玩啊，我想看他合不合得到国色无双啊。诶，私が一番ですか？是，感谢马同学，感谢水娃娃，感谢还有一个九九啊，感谢九九 ，DT。嗯，感谢加藤优一的超级留言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感谢感谢，希望到时候18号，哎、欸，18号之后啊，天气不要那么热，我就可以一直开宝可梦了，就可以一直开宝可梦了呢，哎、欸，888好不好？一路888，去吧。泽拉雅，嗯，不是有东北风要下来了吗？我想说东北风，我要我东南北啊都有啊，东北风，嗯，繁星你很幽默呢，嗯，对不起，最近台主喜欢把自己逗笑，最近真的是。衰到崩溃了，要想办法把自己逗到笑。我选哪个版本？猪啊！你还问我选哪个版本？我从头到尾一直都说我选猪，好不好？哪个猪？朱立伦的猪。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伊凡还在吗？现在真的是分手了吗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这段爱情？有的话，不要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找。最近都上班没来看他、欸、哦，好啦，没事没事。一凡不在了。哈哈，取消订阅了。取消追随，取消订阅。在啦！我還以为是要打那个打错那个在吗？在啦，那个在。你看，我当时其实回 YT 是为了那个啊，那个。GIF 图啊，可就是连盟友都拿不到，然后贴图也不能上传，很可惜耶。不然我那个我就是想要把那个摇荧光棒的布布贴上来，但是为了这个一直在这边开台，但是没有下文，就觉得有点累。反而不是拿不到实况盟那个拿不到合作伙伴类，是拿不到那个实况盟友在内。我上班也没时间跟台，有时间就看。我知道啊。嗯。
七。怎么办？他打了不爱了，我突然觉得我好难过，是不是代表我真的换我晕船了？是不是换我晕了？一凡，我开始晕你了。七。你好晕哦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体质。可是我当时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搭船我不会晕欸。那时候好像去那边，那时候去南部，然后有搭。好像可能盐山在哪边啊？就是盐的产地，然后那边有个盐山，然后有可以做盐罐，忘记是哪里了。画画了，好，黑糖拜拜。然后那时候做一次那个渡轮。七股。好像是欸，麦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ロンです。对，加断腰三宝，不用猜啦，好好看就看，不用猜别人什么牌。太阳ドラドラに。好像很厉害哦。对，我丑，我就是长得丑，我才不露脸，怎样？我就是丑，还会合这种小牌？我就是丑啦！看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牌，对吧？像你看，我就喜欢碰碰和，我就喜欢乱碰，我就喜欢碰人家，怎样？你明露过，很好看啊！哎，那是之前，现在不能看了啊！脸上有刀疤欸，你看，我还怕跟一凡见面之后，他被我的刀疤吓到。然后刀疤上面还长过痘痘，那痘痘又超大颗，然后现在就是那时候把里面的脓挤出来后，挤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个有个月球的那个陨石坑在那边。你是帅哥不会吓到，你又没见过本人，你知道反团的那个影片那些都有美肌好吗？修脸。没看，没看过，对吧？拜托，我那时候露过的是腹肌，不是脸吧？我觉得帅就帅，我又想回你一些话，天啊！啊！我要讲，当然啊，我宝贝觉得帅，我当然帅喽。七，你见过本人啊？那多久以前的啊？那时候你还很小欸，那时候你还是小妹妹欸。你好奇怪，怎么我好奇怪？怎么了？我怪的可爱吗？不是吧，我
白痴，打错牌。丢啊，怕唔丢啊了？哎。あら、上がりね。对对，你可爱，什么东西？你在敷衍我？你在敷衍我？你看，我就说我喜欢碰别人吧，对不对？你超可爱，你这句话对那个谁哈记说他比较开心吧？虽然他很傲娇说，你们真的很奇怪，对一个中年大叔说什么可爱之类的，不就很奇怪吗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时候我跟雨月都会看他，什么叫中年大叔？明明他比我们两个还要小。啊，ツモです。不是，他可能自己还没到中年大叔啊。他只是年纪比较小的叔叔，好吗？你好像没小我几岁呢？没有，你就是比我小啊。怎么了，女人？你的现在头发又超长，我的天哪！你喜欢长发帅哥，可是我只有长发不是帅哥呢，我是认真的呢。我知道，就是人家说没关系，你要有自信，对不对？你有自信后，显得会就是显得特别好看之类的。啊，这边也跟一些女生说啊，有自信啊，自然就会美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在认真做一件事情，那种画面哇，最好看的画面就是看一个人在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样子。你看，看着一个叼着那个什么停车券，然后手放在那个椅靠后面，然后倒车的那个脸，嘴巴咬着停车的那个券嘛，然后再倒车，回头看那个脸，哇！帅爆！有自信，但是不可自恋。不好说欸，可以自恋啊，可以多照镜子啊。因为不是有专家是测试说，常照镜子的人会比平时的人还要好看。你看你认真，我就跟我们聊天帅。我搞不好在挖鼻孔跟你们聊天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想我？还谁啦？リーチです。懒得动了。男人有。你有长头发，捏捏大，口袋深吗？捏捏没大啦，口袋很浅啦，可是裤子下面蛮大包的啦，全都是卫生纸，塞在口袋里面，通通塞卫生纸跟发票。不好意思，怎么还有人拿发票？不是应该都是那个人吗？云端发票了吗？怎么还有人在发票放身上？好小。你还敢打双等鱼？我去你的！我要跟小鱼说了，我要截图给他看了，我要道歉。你还在那边打双等鱼，不欠骂。
つも全部ちょうだい。皮在痒欸，天哪！然后这时候要回收讯息，对不起，我回收，要气死人！我也还在拿纸本发票啊。那其实现在云端发票真的比较方便啊，省去对发票的那种感觉。他会先尖叫吧，他会发出那个按按钮的声音。哦，怎么小啊？天啊！妈，你都好小，刚还笑我啊，小不溜丢的。哒哒哒哒。嗯。你们礼拜三会想打吗？那天不是麻将少女联动开始，一定会想打的啊。可是我在想，哎啊，那天如果我先讲，如果有人约我的话，我会先跟别人玩；没人约的话，再打麻将。啊，嗯，好吗？你要想，麻将是我们随时能打就能打，对不对？如果朋友邀约的话，不是平时就约得到的，所以会优先陪朋友玩。不能说别人啊，陪朋友好不好？陪男生朋友、女生朋友，东四局一开始就能打双等鱼了。你说立直双等鱼吗？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主播安，这个彩鱼是我们认识的彩鱼啊，不是彩鱼，对不对？那彩鸟，那对不起，彩鱼你好。我想要，彩鸟换 ID。嗯，惨了，我没听到男人的回答，你回答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惨了，男人，你的头，我有回答你呀。What？ 没有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之前没跟到麻将台也是朋友有约的。之前没跟到麻将台也是跟朋友约有约啊？你说你没跟到我的麻将台吗？啊？应该不是彩鸟，不是彩鸟啊，怎么会打应该？他就不是彩鸟。你在讲公事，喵哈和他的观众刚加入，打声招呼吧。感谢喵哈的揪团，嗨喵哈，喵哈你好，喵哈你还好吗？你不是卡刷爆了吗？那我跟你讲一下，喵哈，我被诈骗，我被骗了相当相当多的一笔钱。没事啦，现在就是我钱也领不，就冻账户冻结，钱也领不出来，现在很惨。贝德安安你好，あら上がりね。芒果饼干你好，安安。QQ 怎么了？一般没有参与到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就怪我自己笨，这么简单的诈骗手法都可以被骗，我的天！韩熙你好笨哦、喔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
是我还不够好，我在打什么？我越打越烂欸，天啊！嗯，为什么正听？哦，碰我打过，白痴在这。自摸怪人来了。央弟安安，晚上好。这年头什么都不能相信了，对吧？你们就只相信我长得帅，可以不要那么肤浅吗？哎呦，怎样？我讲错话了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我讲的没错啊，对不对？这年头，一堆女装大佬。我活下来了。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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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，有没有机会天河不把地河呢？好了好了，什么一张两张，然后摸到这一张，好喂好喂，一张两张在这个四暗客，真的有机会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。等一下，这太好了，你是不是有看我的牌，然后丢给我啊？天哪！没有，是听什么？还差一二三。耀子，我对你真好啊，对我超好的。天哪，你是不是看我的牌，然后丢给我啊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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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就九连吧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对呀、啊。我天啊，完了！这不是随机丢的吗？他就赌二翻三分之一的机会啊！因为我在想，如果再来一张这个的话，我是该打掉这个呢，还是打掉这个？有所吧，独绿一色，你说至少可以碰，对不对？碰碰碰，好啦，能要有梦想，有啊，做了，我是不是做了嘛？我是不是做了嘛？
神様への贈り物準備しておくのじゃ。搞完各逛各了，哎呦！真的我不喜欢吃那个啥，马铃薯泥的洋芋片。怎么分呢？就是那种条状盒装的那种，像品客那种圆柱状或是方盒状的那种，那种叫马铃薯泥，吃起来真的是太好吃。小倩赖安安。哎、欸，所以一凡上线解任务了没？解那个第三个任务了没？弄，これだ。没有压力啦，没关系啦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。他没办法了，他例子。谢谢你。他逃不了了，刚刚你好丑。ハネマン、留意そう。ヤクマン，他没办法逃了。哎、欸，谢谢你。你让我做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阿爷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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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洛，哎、欸，怎么跑掉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会选女生？而且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了？漂泊漂流浪士了，却是漂流浪士，流浪却是漂流却是，跑不掉，对啊。很多人可惜，很好笑。这梦真圆满，对，我们之后加好友可以不会再踢掉有利于色的人了。哎呀，因为你所有有利于色的好友们，他们活下来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利于色被踢好友了。欸，他很屌欸，立直下去，下一发就是我要的。放浪却是，对啊，怎么没了、啊？想说用一下联动脚，好，行行行，是是是。修好 bug 了吧？其实那个也有好处啊，就是可以匿名，猜不到你是谁。该分工没有没有，不止加一，一大堆有绿色的好吗？我的包子怎么变帅帅的脸呢？我要换，那我要换掉了哦。我要换其他的脸哦。还没，你那时候还在睡，那要不要起来？不起来，你要起来，去解一解，我们就可以手牵着手用那种跳跃的姿势走路了。这次联动抽角色的话，可能就很难露脸了，很难露脸了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这个的话，他就不会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
啊，确实。嗯，晚点想看我直播，不然我跟你通话好了，有没有？你听我的声音，你去跑图。哎呦，好撩哦！天哪、啊。那我要提早准备墨镜了。什么墨镜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最近很多名字是确实 bug。对啊，小心闪光弹，小心闪光，然后弹弹什么意思？那个弹好像是 下一句还有什么话要说。预防欧皇哦咳咳，不知道了。虽然想要那个谁袁春和，可是抽歪的话就只能保底换出来了。想想我们当时23哎、欸、是230抽吗？还是210抽？都忘记了。啊，好小，等一下哦。リーチや。奥弗安安。リーチ。注意这个男人，他实在是太帅了。哎，他声音不见了，1.5倍速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注意这个男人，他实在是太渣了。龙，服着来。将。注意这个男人，他实在是太渣了。他总是在他的直播间上一直撩女性观众。哦，听不到啊！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。李吉，阿朵拉尼嘞？来，每次听一次。注意这个男人，他实在是太渣了。他总是在他的直播间上一直撩女性观众。我、哦、好烦哦，我。啊！我就只能这样子一直逗我自己开心吗？啊？怎么办？啊，这样子，好好笑，好笑吧？你能快乐，我也快乐。有什么能让你快乐还要开心的事呢？就是在逗你快乐。对，有什么可以比得上逗你开心还要快乐？就是再逗你开心一次。嗯，有什么好玩的啊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靠北啊！靠北啊！靠北啊！哈哈。小爱安安，哎、欸，你们茄主播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开工作台开超晚的哎、欸，昨天在挂着听，然后越听越晚，听到早上他就揪过去，我就去睡觉了。男人，我觉得我到家你应该还在什么开台哦，肯定的吧。男主名为小帅，
失礼ロン。女主角的朋友大漂亮，爱上了小帅。我最近那种影评看太多了，所以就很好玩。他们想要我挂点数啊，本来想要挂到工作到白天，对吧、啊？后来不是挂去发发那边，对吧？你今天总算绿色，心结溢满牌组，给彻底放下了。对，现在我放不下就是我那一笔钱。哎他忙到六点就去睡了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我那时候是七点半才去睡的，我都有在多多挂台的好吗？挂着不出声，这就是我的人道。做善事不留名，重点做的都是善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留名？就是我怕我做的是坏事啊，不敢留名啊，恐怖啊！然后中午起来才传去发发那，我七点半才去睡的，所以那时候看一下分页那个纠团记录，想说啊，纠给发发，可是发发开台有那么早吗？就很问号，没什么特别原因吧，什么东西？跟哪个话题？现在是哪个话题？开工作台的原因哦。李吉，正听人，我的超人。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啊！再来摇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还断幺九哎，太赚了吧！リーチ、ピンク、ドラ。リーチ、ズモ。リーチ、ハイテイ、ズモ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。マンガン。这局也是口人局吗？没有吧。打牌打得好烂哦。还真的自摸啊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正听就只能自摸了啊，不然能怎么办？你告诉我嘛。刚刚那是什么话都能讲嘛？对啊，你要什么可以输入啊？看啊，正听人，我的超人，对不对？正听人，我的超人。立直断腰，看来我前几天看到的消息是真的。什么消息？什么东西？这个主播过气的事吗？没错，千真万确。还是你说被骗？没错，也是千真万确。什么消息啊？你是看到什么消息？只要正听，自摸几率就会增加50%，没这回事啦！不要听这个不实的谣言，好吗？你要先出去点那个天赋，对不对？把天赋点高，自摸天赋点高。但是自摸天赋点高，你就正听的那个几率会变高。我之后也要把正听了。那重点是你正听还要有意啊，正听无意就好笑了。
没关系，我就拼海底，有没有？任听无意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拼海底河底，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哎，剩一只哎。嗯，自摸放枪后，自摸放枪几率更高。哦，对啊，看看刚刚有一个直接送了我绿一色，真的是谢谢他。嗯，理解。他们都在伤害我。还谁呢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。不好意思呢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不好意思呢，但是我的尿尿没了，没了没了，尿尿没了，活不起来，没办法，最后的尿没了，最后的尿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真的是差一点欸，那种诈骗电话这时候用这个声音玩玩，我说可是这弄不出来啊，我要怎么把它转到那个手机上啊？用喇叭放出来，太假了吧，你这背景太假了吧。你这背景太假了。假啦。这是假啦。一二三四。欸，可以了。放起来，放起来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还是要去快一下塞一下，感觉是被我家小朋友感染到传染到感冒了，因为这两天其实有点头晕晕的，头晕晕的，但没有咳嗽，没有打喷嚏，就是晕晕的不舒服而已。繁星还没确过吗？我搞不好确过了，但是没有感觉，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欸，就是没有咳嗽到发烧那种都没有，就只有打第三剂的时候有发烧，可是那发烧只有六小时就没事了。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都在这个时间，我当然不是这时间点啦，我是这两天才开始有的。我身体发烫但没发烧，那你可能要冲个凉的吧，你有点上火了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八打过了就掉，他说八八。嗯，哇呵呵哇，我觉得这张好好看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所以我跟我徒弟打麻将打了三次一满。你跟你徒弟打麻将打了三次一满，什么意思？那你们认识多久？打多久？可以留到八万单调，然后用正厅之力啊。我留的话，你看只剩一张了，哎，没了啊！你看没了啊，这边两张了，没了啦！什么正厅之力？那叫什么老千之力了吧？我要留这个六万，有没有？把上面这一行、这一行跟这一点给涂掉，想办法拿立刻白涂掉，就说这是八万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干好，我回了，明天可以不用带机子上班了。哎呦，没听牌欸，怎么大家都扣的那么多、哦、天哪，有鬼有鬼有鬼，大家都听一样的、欸、好猛。来看看，天哪，你们听什么啊？可以打在聊天室吗？定你听什么？师母你听什么？幻梦你听什么？没有、啊，应该说没有听什么啦，是怎么那么惨啊？都没听，大家在防守是吗？我觉得是。不好意思，宝贝，加好友喽，宝贝。你看这叫1128哦，天哪、白板红中发财不敢打哦，我没听，好惨哦！想说怎么都没有出现，三八啦，中九万发财白板就可以了啊！我只差四条五条，还有刚刚还有什么九万。你还是没有抢到位置，没事啦。我其实打牌频率也不是算少啦，就是最近没人邀的话，没人邀，没人找的话，就是会打牌居多。烂手机想摔手机，哎、欸，不要，不用啦，没，不要，不要。这样子欺负手机啊，这样其实这样错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平时开台开一开，还有人抢到已经重复抢了，笑你还敢笑，玩心你还敢笑，抢位要提前抓，对啊。其实你看图奇延迟比较快一点，有时候是因为你抢到了没错，但是我们还没出来，就是有些人还没离开，所以我会手动踢出他们。所以有时候像之前有像边缘人好了，他就是赖着不走，我就把他踢掉，哦，就是把他踢掉了。怎么忍心怪你？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嗯，我最近真的好喜欢听，如果可以哦。啊，我很不会抓时间，我是不是没忘了？没事啊。你以后多看台就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 有几次开台是开到
都是大家抢满了，那时候开了也快六小时吧，就每个人都要顾虑到的话就很累啊，每个人都要顾到，结果把自己搞得好累、喔、明明他说他只是打牌而已，不是，你想想一下，六小时我都在牌桌上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，也是很累的呢。我很抱歉，有没有哭的脸？我记得没有，完蛋了。好啦，给你个吃萝卜。打牌很耗脑，对啊，就是集中力，还是虽然没有赌钱，没有怎样，就觉得一直打头很痛。安心顾好身体吧，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，会啦，你如果持续有在看我的台的话啦，我比起其他 Amigo 的应该算是比较常在开吧，做得好，一凡宝贝。你可以继续唱，唱什么？你是不是延迟？慢喵。嗯，现在都在人家后面加个宝贝，天哪、啊！跟宝可梦学的，他每次打魔物都，哎、欸，你快快快快，宝贝，快起来，什么之类的，就开始。有样学样了，好，鬼斗拜拜。我说你去哪，宝贝？我说啊，有没有在跟金狮子说话？我说哦，哦，像礼拜四是魔物猎人，他可能会开魔物猎人，然后我会跟他玩。可是我们开可能开到十一点，直接鬼转那个宝可梦。不是因为你爱听吗？但我爱听啊，爱听不是爱听啊。哎、欸，被叫宝贝、欸、很爽哎、欸。你们不爽吗？你们不爽，我是蛮爽的啦。那为了防止他又古迹入党，来，我们开始播安妮的阿尔宙斯新手教学，直接关掉。要看对象吧。你凭什么看我的对象？我的对象只有我能看。哦，现在我已经忘记好多那种撩妹语录了、哦、我真的忘记了，每次讲来讲去都是旧的那几个啊，都没有一些新的。啊，有些是真的讲出来是太尴尬了，就已经带了出来下一句是要讲什么的那一种。然后还硬要讲出来，那不是很尴尬吗？看对象，对吧？今天你被骚扰的话，为什么会被骚扰？就是你不喜欢他，然后才会被他骚扰到吗？那、啊、如果今天你喜欢他，他骚扰你，那叫骚扰吗？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诶、欸？如果对方是路边不认识的大叔叫你宝贝，不是他男生叫我就不行了啊，我会不舒服啊。想尿尿，
那你可以去女仆咖啡厅，哎，请他们叫你宝贝，保证爽歪歪。不会，他们只会强迫我学习一些好吃的魔法。不是，他们会把东西变好吃吗？啊，有些不是会强迫你跟着一起用吗？来，跟着我一起念，这样子。而且把东西变好吃，不是还要额外加钱吗？那笔钱不是也蛮贵的吗？リーチ、リンク、ドラさん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。对，完美呈现。什么叫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对啊，那边他们羞耻心就已经啊，你敢踏进去那边就不要有羞耻心了，懂吗？就那个地方就是。要是你今天还要有羞耻心，就不要给我进去那种感觉。你都已经上贼船了，懂吗？你都已经进这艘贼船了，你还要保有羞耻心什么的，就不要给我进去。这样子，已经摆明写着说，此直播什么未满18岁不能点入，你都已经点入进来了，就该要有那样以身作则的那个决心。一二八，一二嗯，啊，你刚刚说继续唱啊，万一又唱到版权怎么办？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等待是我唯一付出的代价哦。哦，在打什么啊？天哪，我在打什么牌？七哦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正听正听正听人，我的超人。下次如果有人在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听什么？”嗯，我来正听，我听三万。你那时候是不是想梦想？不是，我说不是，虽然很没有说服力，但是真的不是。我真的没有想要梦想，好不好？这怎么梦啊？已经两张出去了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慢慢慢慢丢，慢慢磨。正听人，我的超人。蹦。是啊，可不可能了啦？又不是像上次解任务那样子，解个任务就是啊，可不算任务。哎。来，一凡，你听什么？快撕我，撕我，撕我！一定是这一张。哎呀，打情章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太明显了，对不对？之后歌回再唱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如果只开图旗，然后又是说什么工作台，那时候再唱吧。不上不丢 YT， 还、欸、真的。没有蒙的啦，怎么可能？他直接开视讯跟我说，扯欸，我也觉得很扯欸，比扯铃还要扯欸，繁星，原来你那么会拉扯铃啊！真的有这把在打什么啊？好啦，乱打。哎呦，还好你自摸，哎，不然哪一场我会打出去。
爱我的花。脑点。哇，你中版权罪孽很深，还好啦。那不然为什么有些歌回会要那个投币歌回，就是要抵消掉那个、啊、那一部影片没有盈利，但是可以透过你们的抖内，然后让那个持平，可以让那个钱给持平起来。打不入力气，没有看到没有。也太有默契，什么默契？力气，什么默契？帮你。哎，一张、两张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。哦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帮你。七，快停牌了！快停牌了！李吉，李凡，我不知道那一张哦，不要打给我，我不想伤害你，刚刚伤害过一次了，但是我把我的伤害拉回去了，忍住，我当然忍住啊，我又不想要，又不想要无意，天哪，没有在把海底捞月的好吗？刚刚为一凡这句话也太慢打出了、啊、哦哦哦哦哦。嗯？你知道其实一凡他也叫繁星吗？那时候在 FB 我有讲过吧，他就是就是朋友跟朋友会，像就像黑糖好了，他有公那时候可能分享那个交友的东西，他说欢迎戳他之类的，加他好友，然后看一下自我介绍，他叫繁星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人怎么会，怎么是我啊？我会好奇点进去看，然后才发现他也叫繁星。然后后来是他也知道我嘛，结果那时候就是看到我有玩光遇，就说想加这样子。我说可以啊，我说还是我要叫你繁星。他说不用不用不用。然后就是，对，就是各种机缘巧合。如今他现在出现在我的实况台上，你听什么啦？搞不好在我这哎、欸。いけない、ドラ猫が。爱我的话陪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。哇，好早就打了两人麻将哦，天哪、啊、几张？一二三张，两张。恭喜一凡世界冠军。リーチドラリーチ、ツノ、ドラさん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、チュン、トイトイ、ホンイツ、ニャンガン。哎，郑富林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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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まさか私に勝てるとでも。好了，感谢一凡，感谢阿亮，感谢优酷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加你好友，自己去接受哈，自己去接受哈。请问我没有玩过吗？是不是没玩过？你是谁？你是不是小羊？谢谢指教。啊，你是优酷啊？你就是优酷是不是？我给他打飞我的机会了，他五条早就放枪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哦哦，打清章，好久没打。哎、欸，你被放水了。
好啦，其实很绅士啊，有没有？虽然说是放水，但是你也想做做节目效果嘛。你看，今天你不讲出来，永远没人知道这件事情。这时候你就不该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时候默默付出的人就不该讲出来这种，哎，我刚放水了这样子，就让这件故事永远沉淀在自己心里就好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四六七八，没关系啊，我本来就不太会玩，我连台湾麻将都不会。可是我之前看你有那个在 FB 上都有 po 日麻的东西哎，那你还为了我来玩这个？天啊，太感动了吧！我去找一凡，等一下哦，查看个人资料。哎、欸，あれれ。あれれ？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？パン！哇，乱玩喽！日麻也是网友一直推才开始打的，对啊，我就像我一样啊。当时要不是因为这群神经病，然后整天在日麻频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，我也不会进来玩了。哦，神经病是指托窝里面有在打日麻的都叫神经病。对，然后他们都叫我院长，从教主变院长了，恐怖啊！因为我在 DC 好像被拔了，所以只能在那边说了。哦，没有，因为如果是被镇定到的那个会被直接到被拔掉，所以很抱歉的被拔掉，很抱歉。对，那因为那时候我在想说，如果我像在图奇开台，因为图奇有赠送会员功能呢、啊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，那如果像这种赠送会员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啊，他就说，如果是非自愿的话，就是给他时效，等时间过了就是拔掉这样子。我说哦，好吧，好吧。怎么？天运将来。是看阿爸背去学日学。哦，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稍微懂一些日麻规则，但就是因为阿帕背这个东西，造成说里面一大堆键盘教练。就会有两个风向，他说啊，怎么会打那张？我说打得不错。我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一边喊好，一边喊不好。所以就觉得说，看日麻好复杂哦，不敢摸了，不敢摸了，不敢摸了。怕摸下去就会乱学，然后被观众，那观众被我气死，懂吗？皇上不急，急死太监。最后的10枚になっても。我那时候有说我很怕打日麻，就是因为，之前他们在看阿帕杯的时候，然后有几个粉丝在看阿帕杯，然后就会开始就说啊，打这张不对啊，怎么会打那张？对啊，怎么会打那张？应该打另外一张啊。他说没有啊，另外一张更好。我们就开始在讲一大堆，就说哇，如果哪天我开日麻台的话，是不是也被开始教被使唤？我就很害怕，就让我更不敢摸日麻。啊，结果还好，我开始玩日麻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的容忍度很高。他们也是说我就是大概打了一个礼拜。终于搞懂日麻怎么打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说，对啊，你之前那样打就是觉得哇，但是觉得说让你成长也好，这样子默默看着我长大的感觉，就像我光遇这边自己会跑图，我说明明这边直接直直飞更好啊，你就不用转弯了。什么院长说啥？说啥呢？精神病院还不是因为你们几个才开的？语音群里面万年不灭的就是精神病院了、欸。天哪、啊！看看你们对这个本病院的贡献。
那大大可以带我跑吗？抱歉，你阿努比斯哎、欸，你阿努比斯哎、欸，你有白鸟对不对？我记得你有白鸟对不对？你看阿努比斯又有白鸟，是不是又有魔法技还是什么技的耳环？安安抢房，对，抢房，但房间可能要自己找、哦，乖。啊，哎我啊靠腰，一同打出去了。没有啦，哭哭啊，不要哭，来到要哭到我怀里哭，一哭一哭。原来也是大佬嘛，伊凡是啊，至少我确定他有阿努呢。你没白鸟吗？你有吧？我记得你有哎、欸。あれれ、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我去摸一下公主连接哈。我今天才好不容易把那个活动任务那个地图的东西抽完，我还担心说，我那时候几号啊？八号、九号，还想说。奇怪，抽不到哎、欸，该不会活动到还抽不到吧？有，终于在今天的时候终于全部抽完了。你圣岛才回坑太晚了哦。哎，我也觉得，当时其实看我的板上有几个人在玩光遇的时候就该入坑了，因为我觉得哇，角色好帅哦，什么之类的。但是真的以为当时是就是真的是纸娃娃，就平面的，不会不是 3D 的那种感觉。就完了之后才知道，真的是 3D 的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真的是 3D 的哎、欸，角色会跑会动哎、欸。角色，今天开始是不是有那个啊？哎、欸，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打地图的掉落物加倍啊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我记得有看公告是，可是好像不是现在吧？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抽啥？没有啦，那个，哎、欸，我还没合哦、喔，我那个啦，公主连结啊。ドラニ任務マンガン每日イーペーコー本日ドラニ調查真バイマンリーチ我的优花里快可以六星了，开心开心！那、啊、怎么我先？还谁呢？进行挑战。加倍是15到20号早上。哦，好，感谢。那到时候又要狂课体力了，是不是？体力课下去，哎、欸，那你们那时候是会课几次体力啊？100嘛，然后会课到几次啊？15号开始哦、喔，所以是明天中午开始吗？砰。你刚刚说神经病的时候，我抖了一下。你抖什么？这样，哇，被骂神经病了，好开心哦，好兴奋哦，这样吗？不然是你是抖哪里啊？如果是尿意来的那种抖，你要小心一点哎。那你有点频尿。砰！砰！啊，678678，哎，
新手时期最少六次，不过最近想抽宝石，充裕的话可以十二次。我在等那个啊，泳装校练啊，只要等十一月底吗？我就是十一月底吧。我现在想抽的是泳装校练跟泳装美美，还有应该还只剩富婆了吧？哎，还是艾梅斯啊，艾梅斯，艾梅斯，反正这几个抽不到就保底出来嘛。就宝石现在都已经几个了？我看一下。我宝石现在有二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十一万。只是就是没办法，没办法再氪那个氪一些券，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刷卡了，魔法小卡已经没魔力了。零压，母零压啦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等玩个公主连结，我只剩下六千了。荔枝，我大你一个荔枝，我要飞了呢！我要飞了。好，可以去尿尿了。你不先 all in 公主计哦？公主计什么时候啊？你不先 all in 公主计，所以公主计是什么时候？它是两个月一次吗？不是，我上次就是很像玩光遇吧，就不懂复刻是什么。结果那时候我好像抽了四万多吧，哎，四万多还五万多，就差一点就可以再保一只出来。我那时候不知道，所以就这样很傻的，就是少了一次保底出来。那时候钻石不够，我尿尿。我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因为我那时候就记得他是那个，泳装是会先出的啊。想说那个有个频道，他不是说泳装教练一定要拥有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抽必抽角色。还以为关台前都抢不到了，没事啊。最好抢的时间就是刚开台的时候跟快关的时候。但你为什么要抽美美啊？我喜欢美美啊，怎么了？你知道我美美已经养到，我已经美美就只差那个了，差那个包括那个更困难的那个珠子，我打不过，还要在第26关，我现在在23而已。爱好的部分哦，对啊，有爱就抽，但是我特别爱这样。人家是兔子欸，你怎样？怎么可能我会不抽美美？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十抽二十抽，我就想说我要美美，
就第一次十抽就中了，就很开心。我就很开心嘛。哎、欸，阿亮，你是什么猪还是纸？你是猪板还是纸板？猪哦，抽完那两次就开始蹲公主机。你说叫我吗？好啊。跟你见面，我要送你一只兔兔娃娃啊！哎，先问一下，很大还很小？有点怕怕的，因为有之前一个说要送我兔子娃娃，就送一个超大的，现在就只能放在角落，因为我床上没得放。啊，它太大只了，算小那可以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？公主季应该明年1月3号哦，那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支线全部打完了，那请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到宝石啊？虽然我不确定我后面还会继续玩，因为这几天至少有公主连结陪我过那个光遇跑完图的时刻。竞技场可是我打不过了哎、欸，我现在竞技场我现在等级是103。然后竞技场安排给我都是100亿以上的等级，都打不过啊，战力都已经差了快一半呢、欸。去，下礼拜有好多活动，我决定可以的话跟你说，好啊，因为礼拜四晚上我就要开始去玩宝可梦了，除非啦。你要在我玩宝可梦的时候来我家，然后就坐在我后面看我玩宝可梦。哇，这是什么邀约啊？好恐怖哦！我是打大，你好。如果连续自摸，嘿，连续自摸怎么了？然后就之前也有啊，老居就是他那时候是送炒面面包过来，然后那时候我在开台开到一半啊，那时候在玩阿尔宙斯，然后老居就送炒面面包过来，之前还有一个忘记是哪个干妈了，她那时候大老远骑车从新店骑到我这边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完蛋了，哇，好过分哦，忘记人家名字。我可以打阿尔宙斯，我还没打完。怎么你可以打阿尔宙斯还没打完？没有啦，我是说。你坐到后面玩七蛋，不想到那天就好气哦，明明可以更快的方法我们没有做，我们竟然去做最笨的方法，哎，哦，阿茄，七，那天我们可以大概只花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全部造型拿完，结果没有，我们花了快6小时才拿完全部造型。所以决定猪还是指猪啊，我一直都说我是猪版的。我是选远古的啊，古代种的。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部分。哦，不是我打你，你打我。好，行。我故意延长时间看不出来吗？我不信，你那时候很崩溃、欸。哦，怎么又输了？哦，是谁在叫的哈？是谁在我后面鬼叫成那样子的？我是不知道啦，没有头绪。怎么会有人游戏输了叫的那么惨烈的？好，晚安，休息，晚安。屁！没有吧，明就有好不好？白痴哦、喔！
我跟你讲说没关系，再打再打再来再来再来。想一下，赢一场输一场，赢一场输一场，赢两场输两场。结果嘞，你一离开之后，我就连赢，好奇怪哦，连赢八场哎。怎么一离开对战之后，我就连赢八场了？我好没有头绪哎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没有头绪。那我换职。没有看你啊，没有没有勉强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你玩你喜欢的就好了啊。我鼻子好痛哦。阿亮只有没关系，没有。阿亮玩的时间比你还要凶哦。你想一下，我的真传的全图鉴是阿亮帮我搞到的，然后他为了敷一个色尾海星星。结果他帮我敷了，不小心敷到一个我的色尾的那个穿山鼠。我想说，我跟他要一只那个不同国籍的穿山鼠，就一生一只出来就是色尾，他哭出来。嗯，第二个版本你哥会玩，好啊，那你再选址吧。感谢你。当时阿亮超崩溃，很崩溃啊！我很错愕哎。他说，其实那时候心里在想说，你该不会等一下敷了一只想要，其实要给我惊喜的吧？结果他真的敷到了，然后他很崩溃。我那时候在想说，不会真的节目效果做的这么足吧？阿亮，去，球伸出来了。用真心真爱沟通，概率问题，搞不好前面不出，后面也不出。哎，真的，现在看看我，我其实这两天还是有在持续刷烈空座，大概都是刷个20次吧，就关掉了。每一次都是4096/1，不是吗？没有保底。看 PP 手游，我是 PP 手游。尼基哪一个啊？去哪一款游戏？哎、欸，是射击游戏吗？我刚刚有在 FB 上看到一个射击游戏，然后他说的 PP 做得很好。对哦，就是那一款，是不是？哦，我退坑那游戏了，这样就是觉得还好了吗？游戏就是那样子的感觉。等一下，
他是讲靠腰吧？靠腰，等下我出去听语音，等下去商店听他的语音，他一定是讲靠腰，我没听错，靠腰，因为 bug 太多，外挂太多，哎，外挂，一二三六，哎呦，有机会哦。你为什么要去翻？没有，是刚刚就已经翻到我立直才有空去看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个东西，就是会师就是画兽耳有分两派，一派是人耳跟兽耳可以并存，一个是兽耳跟人耳不能并存。欸，我是不能并存的那一派的，因为你要想想看，有四个耳朵很奇怪。对，我是这一派的。你会发现我画的皮啊，那些其实都是把用鬓角的那个头发把耳朵盖住。我立马再做一次断腰给你听，没问题。来，你再做一次靠腰给我听。幺幺拜拜，晚安晚安。靠腰。那我下次再画我，没事啊，没关系啦，有机会再画就好。我知道画画时间要很多啊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再做一次靠腰给我听，那你等一下合到，你不要合不到哦。リーチ。しくった。ラン。No。小鲤鱼。去。吃了吃了吃了。碰。我喊一下就吃了，天哪。碰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那天降一的杠呢？不是很多角色杠都很好笑啊！啊杠，欸，是他吗？是不对。男人，我下班了，辛苦了。每次都要上班养我，然后还要撩个我。小孩子的声音怎么那么哑？就很奇怪吗？哦，没印象了，什么东西没印象了？嗯，天哪！天降一的杠，那不是杠。那只伏击同声又来着，哪一个啊？这只还是这只？哪一个？正太还是萝莉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ロン。死掉了。一発。ロン。ドラさん。ドラ。ドラ。バイマン。タンヤオ。ドラ。真的很像靠腰。チンズ。ドラさん。バイマン。靠腰。满月の夜の勝利は理の当然だ。感谢巫医，感谢鲤鱼，你说谁？小羊吗？感谢小羊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
不小心按了两个键，你差点被小鱼杯跟你说。哦，你是小样哦，好，对不起，会了会了。你想用 YANG 不是一样吗？哦样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抱歉抱歉抱歉，看我明明会念，故意念错吗？不是啊，嗯嗯，样，抱歉抱歉，明明会念英文的。我想起来之前看过三张宝牌都在牌上，笑死，我也有啊，我何止笑死，我气死了。装置是谁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那个中文字很少见，不怪你。好，记录者，好，你好，装置你好。哎，为什么你这称号？挑战者是什么？为什么你有？还是其实我也有了？先修教主跟各位晚安，阿亮拜拜。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あるとは。嗯。真自魔的啊，太恐怖了吧。不是那个纠巢吗？那个龙龙那个。我记得之前在别的 VT 那边跟他打过。谁？这个吗？哪个 VT？ 哎呦。这么低低到我这边来，蛋啦，蛋啦！子墨，雾尼玛，谁？リエジロン服着てる。啊，等下丢垃圾了。这个伸懒腰，伸到世界外了。谢谢利恩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本日之前活动的称号哪一个啊？哪个活动啊？是今年的吗？因为去年开始我都有在玩啊。可能我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是前年开始，应该说之前天才麻将少女之后的，我都其实都有玩吧，应该没错过吧吧。试炼之道，嗯，观众，我有玩过吗？我有玩过吗？我好像突然好像没印象。嗯。你也没印象，掉宝有什么？哎、欸，现在没有掉宝啊。嗨，贵比比吗？你好，安安。没有掉宝是之前那个啦，斗阵掉宝啦。现在日麻没掉宝。
两年前暑假活动，好，没有，那没有了。嗯。リーチ。哎，不对耶。哦，没有不对，没事。日麻的吊宝是天降宝牌，想再抽再摸六张牌起来了。还是手牌抹杀，手牌抹杀就在给他九种九牌啊，有没有？大家重新抽六张牌出来。我在想，怎么这桌布也少了他、啊？不对，白色头发，黄色眼睛，那怎么会没有他？你看卡维嘛，然后巴木维、福维，还是因为他就是没有维，卡维、巴木维、伏击，还是因为伏击是因为这个skin是白头发的，还不算。欸，不对啊，伏击，伏击原本就白发黄眼睛嘛，他是另外的 skin 才是蓝发的，对不对？看，リーチや，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对啊，那如果原本白发，为什么？少了他呢？奇怪，还是他躲在这边，躲在海里面，那很恐怖哎、欸，什么恐怖事件？恐怖故事。リーチドラ。リーチ一発ツモドラ。因为他不是夏日skin。那该出一个夏日skin了吧？穿这么清凉，该出了吧？该骗一下消费者的钱了吧？该骗骗玩家的钱啊！还有北剑，哦，对啊，我那时候有讲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白色头发、黄色眼睛的角色很多，不是吗？我那时候不是跟你们讨论，我说你们不觉得白色头发、黄色眼睛的角色是这游戏很爱出的吗？那白色头发角色是不是都黄色眼睛？你老公也是，我不是很想知道啦。你看光玉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光玉也都是白色头发、黄色眼睛的啊。我该不会立直立到最后留局满贯吧？是不是有可能？钥匙下家听牌，我按杠啊，他就是利恩啊，就讲利恩就好，讲下家哇，天哪、啊！A 三七我知道啊，我知道 A 三七啊，你现在老公那么多，你上次也没有用 A 三七在塔牌啊，你用那个 A 色头发戴眼镜的那一只嘛。啊，生蚝那一只啦，生蚝好久没出现了哦、喔，都记得生蚝哎，叫白板。
それポン。つーも、これぞ天覆。我来看看莱恩有没有黄色眼睛。谁？嗯，这两只就是黑夜鸡呀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嘛，一模模一样样啊，灰夜鸡耶。看，看，これ、いらないかな。莱恩是谁啊？男生有兔耳的死小鬼哦，那个给我变是不是？欲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我刚刚用那只角色，你用哪一只？你就直接讲说给我变，我就知道了。是小鬼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タク、ドラニ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、リーチ、ドラ。打哈欠了，各位要休息了。砰！哀鱼的那位也是黄发，白发黄眼睛，哪一个啊？哦，それポン。哀鱼用的是哪一个、啊？哦，还有那个啊，那只300点数兑换的那只角色啊，那只叫啥？拿刀的砍人的那个。会长不算啊，会长是。联动角色啊！哦，それポン。听我打哈欠，因为被传染了，是不是？该睡了，该睡了。これいらないかな。ポン。ロン。我好烂哦，才一番西元氏，对，没错没错，西元氏。哦，それポン。量是多少？12345678910。12332112345七。不要这样打。牛奶安安。牛奶安安。それロンデ。晚上好。不知道其他人搞什么大牌，先下手。嗯，欧弟有在这边吗？你也想睡了？你不是刚醒？好啦，这一场最后一场好不好？没抢到的，抱歉了。休息休息，打快4小时了。
チュン、トイトイ、ポンイツ、ドラ。ハネマン、ハツ、ホーイツ。フク呪走全巻で、うちから刚说完就飞了呢。人なんていません。嗯嗯嗯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感谢最最利恩，还一位观众，谢谢记录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刚刚只大概躺一个小时吧？哇，一个小时，手机电应该就给充饱了吧？谢啦谢啦。啊，有想看谁的台吗？没有的话，就只能原地解散了哦。我们原地解散了哦。等一下哦。好了，算了，原地解散好了，不然还要找，还要打指令，麻烦死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明天再来玩，谢谢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看下隔壁有没有，是隔壁啦。等一下哦，张组长啊，我看一下哦，欧弟晚安。然后记录者晚安，利恩晚安，佑成晚安，醉醉晚安，小熊熊晚安，信晚安，蚊子晚安，飞鹰晚安。这样，一凡晚安，小廖晚安，安雪莉晚安，小爱晚安，巫一晚安，叉叉晚安，包包晚安，小妞晚安，毛西晚安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小样晚安，幸福晚安。好，没人了。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，无聊晚安。你最好才，最好是，是啊，你应该是才啦，打那么久都没看到你，哭屁呀、啊，去打斗阵啊，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哭什么？去打斗阵啊！好啦，拜拜。你猜，你猜什么？你才刚开台吗？想骗我？你下午5点就开台了，想骗我？